哎，扫码进来，一步一步的。给拉回去装上车。这是我们县城的中医院，中医院二院合并了。啊，今天过了妈，带我妈来检查一下子。一路扫码啊，这家整的挺严啊，妈。整的可严了，又登记，又扫码，又分诊。这个是给我妈开的检查的单子，交费一会儿化验一下。我老妈做 CT 去了，不会整的。哇，他这不关门呢。哦，这进去就关门了。完事了，完事了。一个小时以后102起片。啊，那行，那就做 B 超去吧。我妈搁这喝水呢，憋尿呢。哎呀妈呀！你都喝一瓶吧，一会儿你都喝的。今天都喝的都不渴呀，哎妈你！都喝的，我买三瓶。喝了三瓶还完了。妈，我只能喝这一瓶，多了我就喝不了。剩那一口粥的。我这回感觉咋样？哎，谁那么快呀？还喝进去就要车了，我得等一会儿。妈，一瓶干进去了，又来一瓶，猛喝呀妈！喝完整完你就上厕所，马上就去。厕所能喝进去吗？没有。在家上厕所上挺勤的，这怎么喝这些还不上？出门之前谁不上趟厕？上完了都是干尿。在家先上。哎呀，真抽人！出门之前厕所都上干净，都得干现砸。大夫让告诉走走，再走走，还不行，再走走，妈你走，妈走，走起来。我妈都整完了，哈、啊，没啥问题，好吗？嗯，没啥事儿，走吧，就是有点轻微肺气肿，走吧，没啥问题，回家。啊，来一碗黄米饭吧。来一碗黄米饭。放糖吗？放点。你看，你不用放太多。啊？你吃那个饼吗？我不吃，我就吃这饭。十块钱几个呢？四个。咱也有十块钱的。给我来四个。我也来四个。拿走的。在这吃，来往前来，你这没有想吃就往前来。
妹给我来一个。来一个这个。来吧。再来一个粉条。啊。那切粉条。再来一个那个豆腐。来那个菜。我来牛肉干。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拿一个，啊，你拿那个二鲜，打这个盘子里。干豆腐要吗？干豆腐不要了。谁来二鲜？往这边来。来。米饭有吗？米饭有啊。来碗米饭，上那边盛去。啊，行。啊。梅干菜笋丝。正好吃的这个。你来啥米？这家跟我妈今天来一个快餐，都是一份一份的，3块钱一勺，5块钱一勺。这是个土豆丝饼，我妈的是个粘米饭，是不是？黄米饭，黄米粘米，粘米，高粱米吗？不是，就是那做豆包那个米啊。好家伙！这是个小拌菜，我这是一碗大米饭，管吃管垫，一会儿不够再去吃去。这一共多少钱？32吧。32块钱。三十二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领我老妈上那个医院，完了之后检查了一下这个心肝脾。这一些乱码七糟的一些，完了之后没有啥太大的问题，就是说我老妈有点抽烟，有点稍微的那个啊，是吧？以后得戒了。完了之后其他的一点异常没有，整的挺好。这是我们回来的最后一项任务，这个完成了之后就是择日启程，返回天津，吃一口小快餐。黑饭，今天是中午就不喝酒了。黑饭，到点，饿了，早晨没吃饭，这家伙憋的。你吃月饼吗？我那天搁这吃一顿了，自个儿花了10块钱。素菜是3块钱一勺。荤菜是5块钱一勺，有好多就是老大爷大娘啥的，一个素菜或者一个荤菜，完之后来碗大米饭，一天不超过10块钱，挺好。给你个鸡翅吗？这个不合适了，这个是手快用。10块钱4个，那这个是手快用。这地摊街3块钱一勺挺便宜，是吧？素菜都是3块钱。米饭免费。不是，第二碗免费。再吃会儿，大哥。不要了。你这也不咋啊，不是。你不喝，那你这样。这玩意儿啊。我不用这玩意儿。你要吗？你弄。我不要。我这样大闹，现在就吃不去了。给你来一碗这个吗？你少来一个还不行？这大鸡蛋给你。哎呀妈！给。你还有鸡蛋？行了，不要那个了。啊！太油了。哎呀！你不要了。不要。不要，我要了。就是去你爸炸那个什么，看你的。
饼也行，但就是有点淡，里头有点淡，放点盐上了好。那我倒吃呗。你刚问的。你这鸡翅不要了。不要不要。你喝口水。妈，太喝水了！我现在见着水都晕。哎妈！一天我都不在喝。人家告诉你，大夫告诉你以后多喝水。嗯，多喝水。连我都不用检查，非得去。你检查还不放心吗？这也行，老家这边一样的东西在老家这边花的挺少，是不是、啊、做个彩烧100块钱，做个废弃剂260，废弃剂削我，我是削了一碗饭，完之后来个大饼，吃这些菜。我妈没吃多少，就吃那么一碗那个年饼。这一碗还啥？没吃多少。完早上没吃饭，这一大碗。两顿并一顿了，这玩意吃饭就香，一天三顿饭吃的更不行，是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。如果有喜欢我们的，请帮忙。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回家了，喝喝水，不喝，我这一天我都不带喝，你大夫让你多喝水，哎呀，我这还没喝那些呢。今天这天又是贼热贼热的，这家伙老热了。